孤独力让你变强大的力量。人生百分之九十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，侮辱你、背叛你、借钱不还、欺骗设计你、陷害你、带坏你、教你吸毒、加入邪教，甚至杀害你等等。真正会伤害你的，永远都是你身边的人。被讨厌的勇气里有一句话讲的特别有道理：一切的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的定义是人与人之间。 在一段过程中，彼此皆由思想、感情、行为所表现的吸引、排拒、合作、竞争、领导、服从等互动关系。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人际关系的一种。假如你有怕别人不高兴、怕别人讨厌你的行为，或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，表现的紧张、胆怯、卑微、讨好型人格、太过善良等行为。 不要再烦恼了，别人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，各种讨好舔狗的尝试都是徒劳，姿态越低越被人看不起。列一个名册，把朋友、亲人里面不喜欢你的人写上去，然后告诫自己放下一切。所以记得，千万不要试图去跟人家解释以前的误会，不要去委屈自己，尝试弥补任何人，不要再联系人家。 然后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提升自己，努力赚钱，提高社会地位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那些并不重要。一面镜子摔碎了，就算你用再高超的技术，都无济于事，因为已经有了裂痕。你真正需要做的是努力让自己变强大，让自己有价值。所以人必须要有孤独力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停止内耗。 停止懊悔，停止自责，改变自己的心态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培养孤独力，进而，在思想、财政上做到独立，不再有任何形式上的依赖，达到不需要在任何形式上依赖他人，人生选择权才会掌握在你手里。孤独不只是一种状态，孤独也是一种力量。孤独不会让人软弱，只要会利用这种力量，将使人更加坚强。独处的时间。 就是创造自我的新生命，将自己的弱点、缺点转化为力量。其实大家都误解，孤独即由孤独，你可以打磨自己的内心，就像 AI 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 （deep learning） 来自我进化一样。你通过孤独进行自省，可以说是在推动自我的精神进化。而懂得利用这个如此有价值的时间，增强力量，掌握自己孤独时间，为自己创造新生命，决定自己命运，活出真正自我。 这就是孤独力，这种力量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拥有的。会发慌害怕，所以必须具备内心强大力量者才能驾驭孤独的力量。但有些人总认为孤独的人是非常可悲的，那是源于你的固有的错误观念，以为人是群居动物就应该要有很多人陪。关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才是有待斟酌。 因为从小受到群体教育，所以说被孤立的个人常常会怕被人说那家伙真可怜，连个朋友都没，没人要理他。于是这些认知就催生了一些自己原本不想做的行为，比如为避免落单、避免被认为是孤独的，强迫自己与并不想交往的人交往，压抑自己的本性去融入并不想融入的群体。这样一来，你就无法活出真实的自我。 因为你总是为了迎合周围的人而不断忍耐、讨好别人，活在每个人的期待之中，不可自拔，最后导致自己变成讨好型人格那样的话，已经变成一种精神病。你自己慢慢的在杀死你的自我、哦，你的精神迟早会崩溃。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中，日渐削弱自我，直到精神耗弱崩溃。久了便得到忧郁症、自闭症、精神官能症等等疾病，大家都误解。 独自一人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那正是能够好好正视自己、只为自己着想所度过的时间。所以，一个人独处的时光，也可说是创造自我的时间。能够利用这个如此宝贵的时间来增强自己的力量，同时好好活用这股力量，让自己活出真正自己的人，能够迈向光明幸福的成功人生。正可谓是拥有孤独的人，也是对自己充满自信。 也能始终把自己的意志放在中心位置，积极承担起自己责任的一种生活姿态。孤独是指在社会中与人打交道的同时，有了这种姿态，无论跟谁在一起，你都能很享受。即便是物理上的孤独，真的只剩自己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感觉寂寞。你需要养成与自己对话，为了能牢牢拥有这种感觉，也就是自省的习惯。 孤独力就是持有类似特立独行一样的强大力量，也是掌握自己人生的钥匙。在这里，我想告诉大家，通过在孤独中直面自我与自己对话，你将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控制自己的情感。如果你能自我理解、自我认可，就不会产生类似“他不理解我，他不认可我的”抱怨。因为面对一件事实，你只要自己尽了全力，无论结果如何。 你也能认可自己的努力，你能在心中自我消化烦恼和不安，改变对事情的解读方式，感受到更多的幸福。如果想得到这样强大的内心，独处必不可少。一旦发生什么状况，你也有自信，相信自己一个人也能解决问题。即便被人讨厌或排挤，你也不在意。对自己来说，真正重要的是过好自己的人生。这种的强大程度，可以用来衡量一个成年人的成熟程度。 换句话说，本书中所说的孤独，并非只主动回避与他人的接触，被所有人忽视或者孤立，而是选择走自己坚信的道路，一个近似于特立独行的概念。跟大家一起很开心，但自己一个人也能很开心。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，你都能享受当下，不害怕自己一个人，你就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周围的人际关系，更能活出真实的自我。 本书中介绍的孤独，它的意思并非负面的孤独，而是人们想要心理成熟所必经的过程，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孤独。只有你对生命认知到，一切都不能依靠，独立的思考自己的一切，运用孤独让心灵获得成长，你的新生命才真正开始。以下几点是孤独带来给我们能心理强化的的力量。谢谢收看。